戴安娜王妃的珠宝情缘，呈现英皇室最美的典范。老照片见证玄机，戴安娜王妃是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的第一任妻子，亦是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的母亲。她被公认为是漂亮、优雅、健谈的王妃，深受国民爱戴，被誉为世界上被拍摄最多的女人，也被认为有史以来最时髦的女性之一。然而，戴安娜王妃在皇室中曾与她心爱的珍珠珠宝相伴，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呈现英皇室最美的典范。老照片见证玄机，戴安娜王妃大婚的时候佩戴的是从家族继承的 Spencer 皇冠，这顶皇冠曾多次成为戴安娜王妃出席盛大典礼时最闪亮的配饰。在查尔斯王子与戴安娜王妃的婚礼上，英国现任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将珍珠类王冠赐予戴安娜王妃，也非常喜欢这顶王冠，经常佩戴它出席各种活动。可以说，戴安娜王妃一直以最自然的那份美丽和淳朴来点缀自己的生活和时尚，而且她最钟爱的是珍珠，这从戴安娜王妃的老照片可看出一二。她曾说道，女人如果只能拥有一件珠宝，必是珍珠。只是没想到戴安娜王妃的王室生活并不尽如人意，她终与查尔斯王子离婚收场，而珍珠类的意象也从原先的唯美变成了哀怨，点缀着戴妃短暂而美丽的一生。注：奇闻解密原创文章，未经允许不得转载，图片来源互联网，版权归属作者。